礼拜看看有没有其他。我在找礼拜一的啊，怎么到礼拜一的、啊？对啊，你每礼拜我就打礼拜的、啊，所以基本就可以再打三场。我现在打两场，我在找礼拜一的、啊，因为我明天要打，现在有点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哦，可以这样子，不用动。算犯规啊！应该说有一个潜规则是说，因为我不防护，那我可以在我的我想要的范围下移动，可以吗？是啊，像假如说我正常的刚得分，他等你准备好，这是一个礼貌。Thank you.